有可能啊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就这个，先这个介绍到这个地方。好，那我还有这个同学的学生呢，啊，梅龙啊，梅主任啊，他也是哈，老远的这头跑来这个地方。那接着呢，我想请我的这个灯师啊，罗老师啊，罗老师，好，我的展览呢，罗老师都来啊，都一直给我鼓励啊，从毕业到现在。我觉得小慧啊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。吴小慧，请你站起来一下。小慧也是我的学生啊，她的眼光非常的好，投资准确，确实是投资准确啊。只要成交一下就。这个他女儿更聪明，把他的老爸毛顺顺的摸得顺顺的，所以这个女儿在妈妈之上。这个小慧名字取得好，因为她是慧眼识英雄，所以小慧能够嫁给戴乐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姻缘，而且是看得准准的。看到戴乐是我们台湾有名的才气之一，在我们的画会里面有才气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啊，我就不一一来举名了。不过小慧的眼光能够选上戴乐，我觉得这是最好的配合，也是最好的姻缘，我非常恭喜他们。这个戴乐的话，在国父纪念馆长那个是很大场面。他的话呢，我觉得还没有这次的好。这次的小话确实是可以卖的。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话非常非常的好，甚至于比国父纪念馆的更能够吸引人。戴乐的风格，我从小看他长可惜这个老师没有出息，老师画不过他啊。不过戴乐的风格变化很多，在有一次四个人展览的时候，他的风格跟今天这个风格完全的不一样。这个在我们的学长刘国松的眼光里面，可能是认为是一个缺点，因为刘国松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说你抓到一个技法，抓到一个机会，你应该要固定你的画法，这样子的话别人一想到戴乐会想到他的绘画，所以说他的绘画跟他的人是可以做一个结合的。可是戴乐他的想法不一样，我每一次看他的作品，我都觉得很大不相同。每一次有每一次的好处，我不能像刘国松一样的说你应该要画哪一种。他
它是不可限量的。这一次的画泰鲁阁的这个景点，我看简直是可以跟游处长游摄影，现在不能叫处长了，是不是？游民，无业游民，无业游民来做一个比较，因为这个无业游民，他的话，他的摄影，我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，所以这一次能够让处长排定这个展览，我觉得是非常的不容易，而且戴乐的话也是青出于蓝，而且胜于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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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难，所以我很佩服戴乐，我在这里特别恭喜。谢谢了。好，我想我应该讲到这里了。好，接着呢，我要请这次的哈，这个主要的促成者哈，罗处长啊，也是我们海洋画会的老朋友啊，来上来帮美言几句啊，记得是美言啊。戴乐老师。方老师，还有我们文英，那个我们海洋的那个朋友，还有叔叔啊，都是老朋友。我们一起去龙沙，一起去澎湖南方省的，然后后来我们泰鲁阁也办了一次联展嘛，海洋画会也在这里办了一次联展，所以很多次的合作经验。那这个能够来泰鲁阁，其实我回来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展示没有邀请到这么多名家啊。那啊，前一档是李老师李国模老师，他也是第一次到花东展，花莲文化中心跟台东文化中心跟他谈了很多次，甚至宜兰文化中心都跟他谈了，说哎，你过来展。他都没有答应，竟然他说看你要退休我去展一次好了，你看给我多大的面子。那戴乐老师也是啊，我本来是想想而已，那是林永发老师嘛，台东的林永发老师有人说，我有个本来排来排去啊，空了一个大，然后林永发我就问林永发找谁啊，就叫陈老师，他说：“哎，问一下。”对，他就一口答应了，一口答应了。所以，那我们就安排了这个那很小的一个展览馆。可是，这个展览馆很多人来看，就是川流不息的人啊。那疫情开放，这个刚刚好是刚开放的时候，所以那每一天都会有不停。它不像文化中心或者。我们这里嘛，就固定的人去啊，他这里会是很多不一样的人来看这个。那当然，我不是学美术的，我也不是啊，我倒是找个50年，我拜了罗老师为师，然后我就竟然去学生物，去学生物技术，所以就那个，那慢慢呢，因为。我自己就有心里就有那个种子哦，我一直想，我高中的时候、初中的时候，那老师都把我那个画的水彩都收走，那可是就没有机会，就是没有一个老师帮你带。不过后来我又想说，我即使走这个好，有戴乐老师哦，我一定会改行，我一定会改行，所以大概也没什么机会啊、哦。看到这些的东西，其实。我想到我们去东山，去三天嘛，变成六天，那酒都喝完了，然后你们带全岛，不是我们带出的酒。他第一个让我惊讶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
机场不是有卖酒吗？高雄机场要去东山来，那是国内线的，又不是国外线。台湾就没有了。去的时候，我就把奉献出来。他想三天嘛，就匀着。那第二天就已经没有了。那我就开始去接。第二天好像就知道要六天，是不是？对，台风来了。其实我上飞机就知道了。我因为很难排，我就也不讲。其实很多人也隐隐约约知道要待很多天。我们就去第二天，然后第三天我们就去找海巡的，去找那个警务的，找那些的，就开始收了，他们都不敢拿出来，一次一瓶两瓶一瓶两瓶，后来把一个实验研究所的蓝姆酒，对不对？那个产地里啊，对不对？他是好像是要那个。给我们收到，我们就拿出来。结果我们吃饱饭回来，看那瓶酒不见了。后来有人生气，很生气的，就是说一直他的酒。我就说他很笨。这个时候你就说老师，你换一张给我，那瓶酒跟你换。实在是有够笨的，真的，我觉得那个笨到极点，还跟我生气。那个后来我们他其实是我们一个委外。他真的，他跟我生气，跟老师生气，跟大家生气。那要是我，我说，哎，我还有一瓶，老师再换一瓶，再换一张，你看多好，真的是，我就觉得。后来当然我后来我后来还他，我后来刚好要退的时候，我有红酒，我还有一打红酒在那边。后来我就聪明了，我就运了一打红酒，运了一打高粱去。我不知道我这么快就退休了，然后还有三瓶还两瓶，我就全部送给他了。我告诉他说，你看我多大方，我来两个再去喝一次的，结果没有。那讲这么多，后来我到台江，然后老师海洋也一起过来了，所以这么多的因缘哦，那就大家有机会在这边。那泰鲁哥说老实话，在这样一个场地能够找到戴乐老师、古摩老师这些人，还有魔方老师，带着海洋跑回来一起来站，那真的是，真的，你在想哦，我心里都会偷笑，你知道，真的，在这样的能够有那个，所以花莲人文化中心大概没有那个，他都不太理我，他一定看的时候几次，那个文化局长他应该觉得。过来跟我学习学习，我拜访，我怎么可以要这么多的人家？不过我还是希望刚刚有那个送香蕉啊，多层蕉，我现在是送五层的，他那个三层而已，我送五层蕉，好不好？那谢谢朱老师的展览，一切非常顺利，一切那个好，我送六层蕉来。谢谢谢谢哈，谢谢这个处长的美言。还有没有那个我们的好朋友要上来美言两句的？好不容易来这个地方哈，我们开车开了5、6个小时啊。那这个今天非常感谢，还有像那个好朋友我们的文印哈，文印这个也应该多出来走走啊。之前我们来这个地方呢也非常高兴啊，有重游故地啊，这个来这个地方啊。那还有这个，新进是学文学的，你美言起来可能特别好听，要不要来讲两句来美言一下？因为好不容易开始展览，我就多听一些好话，更有动力啊！罗老师、叔叔，还有各位，哎，师母、老师、各位前辈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会点我上来，我想我坐在最后面绝对。
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，没想到被上来，那就临时被叫上来，就还是非常紧张。那事实上我因为很感谢陈老师和罗老师的教导，让我这个本身是作家，然后八年前跨到当代水墨这个艺术，就这八年来真的看到太多太多没有看到的风景，就好像太鲁阁一样。其实太鲁阁我非常的熟悉，所以我骑脚踏车骑了好几次，就是走中横然后环岛很多次。可是我真的等到进入水墨的话，你是用不同的感觉跟不同的方式来看同样一片山水，感受不同。就像今天那个游处长有说，他认识非常多名家，就引导我们这些游客透过这些名家作品看到不一样的东西。就是所以我觉得今天那个展厅非常的学习非常多。那我是前几天布展的时候，就住山跟老师是非常辛苦的布展完，我们就第一时间就到了。那我那天就写了一段话，就跟各位回想，这是我个人的浅见。我说陈岱老师的《太鲁阁》系列，小中见大，密也不乱，墨真五色，才雅沁人，开台湾山水的新貌。因为我觉得说，好像山水当然在台湾是名家辈出，可是太鲁阁这是我们台湾的宝藏。那个处长有这种感受，他是其实没，就是说来太鲁阁玩的人非常的多，然后山水名家我相信来也非常多。可是我觉得我这次来布展嘛，我再怎么看过一次，我真的觉得就像刚才罗芳老师讲的，每一件都是精品，就看了很久，就觉得很喜欢，可是看不懂的，看不懂有两个层次，就怎么那么棒这样子。所以我刚才写一段话是第一时间的感觉，然后看不懂就是他怎么画的这样。那我就很诚恳请教陈老师，他讲老半天，说真的我也是听不太懂。所以我建议到各位啊，今天大家来到这里跟一般人不同，我们今天来到现场，我们要逼老师把话说出来，说清楚。也问了好几次，他说就是感觉话。我说老师你有没有打草稿？没有。我说哦，那你怎么画？他说就凭感觉画的。他就这样跟我说。所以我们这个这么精彩的作品，我们等一下应该要请老师很真诚的跟我们分享出讲出其中的是什么。可是我今天真的是第二次再来看以后，就是看觉得还是很棒，很精彩。可是就比较稍微看得懂一点点那因为这里大家在场都是我的前辈了，也是希望跟各位多学习，然后可以多了解陈老师他这样的作品精彩在哪里。我自己只是很粗浅的觉得说非常震撼，可是还是在一个震撼度，然后我的自己的深入的程度还不足的，跟各位多的请教。谢谢。听了这么多好话，真的是让人神清气爽。谢谢。最后了，我再跟各位分享啊，其实这个画图真的是从来都没打草稿，就是画到哪里。那所以呢，我这些画呢，如果当然现在你们不能翻啊，你从背后看的话，翻的时候呢，其实我都即使裱完了，我还在改，这还是觉得不是好。所以说有一些呢，它会有点，本来现在这次找的裱画都蛮平的，因为以前裱不平哈，是这样。这次呢，不能怪裱画师傅，是因为呢，他已经明明裱好了，我还在修改。修改，所以说当中有一幅呢没注意，就被我孙子呢替我修改，所以那一幅我就没整出了啊，是这样子，留作纪念，我把那天记起来那是合作画了啊，第一幅合作画，我跟女儿有一幅合作画啊，现在还掉在老家，所以这个画其实是这样，就是小画它是可以这样。大画有时候要改的话就比较难一点，因为吊起来看这样。我觉得小画有点像那个什么，有点像这个在这个家里哈，我们在休息。所以这次作品大部分都是在桌面上完成。以前我都习惯在地上画，地上画有时候会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差不多就好了，画差不多，因为腰会酸，
所以画了差不多就是好了，这张就算了啊。但是小画呢就在桌上，所以呢，即使是这个已经裱好了，回来再看一看，觉得说还可以再修一修啊。那我觉得这个在修的过程，其实是给我以后在创作的时候避免犯同样的错误啊，因为你修了以后，就比方说那个时候你没有关注到，因为我们的画开始是蛮随性的，所以一定有一些没关注到。那你修的过程，在下一回再画的时候就可能知道啊。所以，我觉得主要是这张作品的，你现阶段看是这样完整是可以啊。那所以有一些作品呢，跟这个册子印出来了，一定会有点不一样啊，几乎了啊。那所以说呢，我就尽量不要装框啊，避免。因为装框要拆下来再修啊，就很麻烦，所以说没办法。啊，对，我就喜欢这挂着，就是随时看，有时候好几年以后了。这个我不晓得，这老师不知道这样的可不可以啊？那有一些画呢，改到就已经变成另外一张了，就原作会消失。我不只是改这个，我连书法也是一样啊。我书法的专辑当中有。之前有一个专辑，像零九年的专辑，很多作品，在2015年又出现，好，2015年出现是因为2009年的作品消失了，好，变成2015年的，好，2015年的，连书法我都忍不住，照理说书法是一次性的书写，可是还是忍不住，好，忍不住再看到哈，还会想动一下，啊，这个是现阶段的，好的，我的这个在创作的过程还是这样子。啊，非常感谢这个这边啊，那个下回啊，希望还有机会我们再一起来这个地方啊，再来这个看看，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这个好的这个艺术家啊，那刘处长也可以帮我们这个沟通一下啊，我们海洋画会啊，整体的会都展过，可是呢，个展还有好多啊，他们呢在别的地方，可是在这张展过的作品，觉得说能够在这边展了，跟在其他展的那个意义完全不同啊。所以可以的话呢，我也希望下个是参加，我们的这个画会的啊，我们其他的好朋友，还有这个画友啊，新进啊，都可以啊。这个梅龙这个现在也在这个准备当中啊，多准备一些呢，我们这个地方他们的作品都非常值得这个。在这个展出的，好，最后，这个在最好的季节哈，还是感谢各位哈，这个不远千里来给小弟的左定啊，又讲这么多好话，谢谢你。我刚刚请我的经纪人要不要？你好，你好，好，谢谢了。我的开幕时间呢，这样差不多哈，这样大家不要。还有这个我们海洋画会秘书长要不要来一下？我没有，秘书长穿这么漂亮去，那么久你都不晓得我一向是不讲好话的吗？不讲好话那就不用了。那私底下讲就好了，开场的啊，好，谢谢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开始。